谁呀？妈，你让我再睡会儿。小姐，你的早餐。没事。还好你没忘。昨天晚上是你来了，你不在上海上学吗？怎么回来了？姐姐，大学是可以毕业的。你忘了昨晚你给我打的赌了？这个啊。算我欠你的，下次找机会还你。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昨晚你在酒吧摔杯子的时候，样子特别美，就像《红楼梦》里的晴雯，撕扇子做千金一笑，纯粹到极致。世界上有很多物件就是为人所用，喜欢这样用或者那样用，随你的心情就好。用贾宝玉的话说，你喜欢听的一声响，打碎听就是。只是别在生气的时候拿着出气，这就是爱我。可惜世界上大部分俗人都不理解这其中的道理，反被物所累啊！我就是一俗人，把钱还给你，你赶快走，赶快走！谢谢你，不是，谢谢你。怎么忽然间像变了一个人？小旭，妈，你在这里干什么？没事啊，聊天啊。你跟他聊天？妈，我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他有点冷艳的感觉？就他呀。你们女人呢，真的很善变，为什么要把天性的东西隐藏起来呢？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小旭，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毕业了，没事啊，就到公司去转转，熟悉一下环境跟员工。你是我们张家唯一的血脉，这份家业呀，要靠你来继承的。妈，我是学美术设计的。这又怎么了？还有小旭，我警告你，少跟那姓许的丫头来往，她可不是盏省油的灯。这个家，你要防着她点儿。是吗？你妈被他们妇女气成什么样，我又不是没跟你说过。妈，我发现你都有白头发了。哎呀，还不是累的。好在啊，你回来了，可以帮帮我。妈呀，就快熬出头了。你放心，有我在呀，我一定不会让你变老的。你呀，就会哄我开心。好了，我走了，听话啊。桃子，桃子，夏阳，这么巧啊！你自己买厨房用的东西？自己买，放心点吧。现在像你这样的大厨啊，已经很少了。以前在我们立群，还有我们立群呢。那你现在在哪儿啊？找工作。怎么样？面试了几个文秘，但是有好几十个人争呢，也不知道怎么样。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准备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桃子，如果你不嫌庙小的话，你打马楼刚好缺一个大堂主管，你看。真的？那向伟他不会有意见吗？不会，是他自己说要招的，他忙不过来。也是啊，你们打马楼现在生意越来越好了，估计你们也忙不过来。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一下，然后调整好了就过来，我跟他商量一下。不用不用，我马上就可以上班。你还真是个闲不住的人。我们打马楼刚好就缺你这样的人。可是工资没有立群高啊。哎呀，你别说这个了，我还得谢谢你呢。来，我帮你。不用，走吧。小刘啊，那个什么事？三 A 和三 B 的客人呢都比较重要，然后你给多照顾一下。好，知道了。行，那你去忙吧。好。你来干什么呀？谭老板好。我在问你，你来干什么？
没事，等我一下啊。哎，是我请他来的，你不是说缺个大堂主管吗？他正好啊。他不行。为什么不行啊？为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啊，你是不是有什么私心呢？就因为他跟许千年要好，你就把他弄过来，这样就可以跟姓许的经常在一起了，是吧？啊，你说有私心，我是有点，可是跟许千年一点关系都没有。哎，你应该知道，桃子是因为特一位丢的工作吧？说起来，我们是有责任的，请了他，多多少少对别人是个补偿嘛。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你跟许倩倩有任何瓜葛，而且你答应过小薇的，她过两天就回来了。别扯远了啊！哎，我可提醒你啊，别人可是在立群干了很久的，工作经验丰富，我们这儿正缺这样的人。好吧，我同意。不过我只是给你面子啊，希望你也给大家留点面子。别做出对不起小薇的事儿。行行行，我知道了。桃子，来来来，进见我们谭老板，去厨房了。谭老板，你一会儿去拿本员工手册看看吧。你同意我留下了？谢谢谭老板。你是大堂主管，工作范围就只是在大堂。帅吧，嗯，蛮帅。哎，就叫学士服吧。妈，你知道的挺多嘛。小旭他有什么打算的？哦，他想出国，可是我不想让他去。爸，嗯，我年纪呢一天一天大了，这公司迟早是要交给年轻人接班的。现在小旭毕业了，我想让他去公司锻炼锻炼，也好早点接班。小旭不是学的美术设计吗？专业不对口啊。小旭这孩子聪明得很，什么事情啊一点就通，公司那点事啊是难不住他的，您就放心吧。只不过小旭啊还看不上我们这公司呢。啊，这孩子心气高啊，你就随他吧。是啊，小旭从小就喜欢画画什么的，只怕他对餐饮啊没什么兴趣。妈，您这都是老观念了，现在很多事情啊都是相通的，搞美术的也可以做餐饮啊。对了，前一阵子啊，小旭他们一个朋友开了一家西餐厅，就是小旭帮忙做的设计，很漂亮的。哦，是吗？是啊，他的朋友啊可满意了，听说啊现在生意挺好的。对了，他朋友给我一张贵宾卡，要不明天我们就去那儿吃饭。哎呀，那就不要了，你晓得我在外面吃饭不方便，何况是西餐呢。妈，这不一样，我们就当去看看小旭的设计嘛。嗯，是应该去看看啊，是小旭设计的嘛。哎，正好我也找机会好好的跟他聊一聊。这样吧，我请客啊。那好，反正我们一家人已经好久没有一块出去吃饭了，我先谢谢爸。嗯哼。爸妈，那我先上去了。去吧，去吧，去吧。啊，找到工作啦？在哪儿？哦，我在打马楼。打马楼？哎，我也是刚来，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就这样，我忙着呢，改天跟你聊啊。嗯。喂，我，喂。什么人啊！倩倩，干嘛？怎么了？心情不好？哪有？没有就不要坐在这发呆了，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打球去吧。没兴趣。不要对一件还没有做过的事轻易下结论，那样你也许会和很多乐趣擦肩而过的。去吧，你这样待在家里会长。
哦。真的是小旭设计的？那当然，这孩子啊已经做了几单设计了。哎，张阿姨好。小戴，爸，这是小戴，这里的老板，也是小旭的朋友。是张董吧？好有风度啊。哎，你既然是小旭的朋友，就应该随他啊，叫我爷爷。是啊。哦，是。哎，那爷爷奶奶这边请吧。哎，来。这里经营的不错呀，小戴，你真是年轻有为啊！哪里哪里，这都是王旭帮我做的，他很有想法，而且在经营理念上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建议。哦，他也懂经营。他呀，人聪明，什么不会。哎，对了，就刚才经过的楼梯拐角，本来没什么用，他就建议我放了台电脑，可以通过电脑视频，指定某位大厨现场为你操作。哎，可吸引人了。你们年轻人呢，就是点子多呀。哎，那好，你们先坐，我去安排一下。哎，小戴，谢谢啊。想不到小旭不声不响的，还这么有出息。妈，你记得不？小旭那时候小的时候，把家里东西拆了不少，您还夸他聪明。会破坏才会创造嘛。小旭这孩子是挺聪明的。哎，他怎么还没有来啊？哦。我刚刚打个电话给他，他一会儿就到。石兰啊，既然是庆祝小旭毕业，要不你给春花他们打个电话，叫他们也来热闹热闹。妈，说好就是我们一家人，你老把外人往里凑干什么呀？思平，算了，今天就我们几个人吧。想追你，追呗，看谁跑得快。好啊，倩倩，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女生，好爽。怎么这样，一下一个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走啊，倩倩，请你吃饭去。好，你一边去。喂。到哪儿啊？吃饭呢，昨天不是跟你说好了吗？哦，我忘了。要不然你们吃吧，我就不去了。你赶紧过来啊，爷爷奶奶都在等你。怎么了？我妈叫我去吃饭，走吧。我就不去了。我总不能把你扔给他们吧？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走吧，爷爷奶奶都等着呢。爷爷奶奶？哎，王旭，贾天一，哎，我说，喂，你真走啊？王旭，爸，都怪我，昨天没有说清楚，他搞错时间了。没关系，都是自家人，不计较那么多。四平啊，要不你先吃吧啊，你胃不好。不能饿。是啊，妈，你先吃吧。不要了，都等了这么久了，再等等吧。哎，来了来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刚打完球，衣服还没换呢。不好意思。
倩倩，你走干嘛？倩倩，奶奶，来都来了，一起吃个饭吧。奶奶，我刚才出了一身汗，我想回去洗个澡。我不是和你一样吗？再说是我把你带过来的，要回一起回。小旭，你坐下。今天是爷爷请我们一家人吃饭，你懂不懂事？好好的一顿团圆饭被你搅成这样，太不像话。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你们家庭聚会，打扰了。倩倩，小旭，妈，你也真是的，都是一家人一起吃顿饭，怎么了？世兰，你的心眼也太小了，你跟个孩子较什么劲儿啊？我看小旭倒是个明理的孩子。世兰，你少操心，随他去吧。爸，你这话什么意思？世兰，甭管小旭了，要不咱们先吃吧，这菜都凉了。就晓得吃。吃。家伙，我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你会把他给带来。我好不容易说动了老两口，想拉近我们一家人的感情，你让爷爷把心思全都放在你身上，你可好，把他给带来了。你是不是嫌他抢我们家东西抢的还不够啊？妈，什么抢不抢的？倩倩他们跟我们一起住了那么多年了，分你的我的有意义吗？哎，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哎，你怎么就学不会许倩倩那一套，把老的哄得团团转，什么好处都让她先拿了，哪还有你的份儿啊？好了，妈，你看你看，一生气啊，皱纹都爬上来了。少来，是没一个争气的。你爸呀是糊不上墙，你呢又是这个样子，我迟早啊要被你们父子俩给活活气死。妈，听我一句，别争那些嫌弃了，为了这些东西整天把自己整得跟更年期似的，不值得。生活呀应该学会享受，放松心情才会拥有快乐。这没有钱的话我都要看你怎么去享受。你又错了，享受呢是一种态度，你要先有这种态度才行。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懒得听你胡说八道了。我可警告你，不许和许倩倩来往。还来干嘛呀？我来看看还有没有人在为昨天的事生气。不会的，如果这件事我也生气的话，那我早就被气死了。对不起。你不用说对不起，这些事情都跟你没关系。对呀，这些事都跟我没关系，可是我忽然间发现有一件事跟我有关系。什么事啊？我想追你。你需要问我吗？就因为我是我妈的儿子，你和我妈是对手。是，我是我妈的儿子，这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你不觉得吗？其实你跟我妈很像。你不用反驳，我这个人看人向来准确，说话向来直接。也许你现在不喜欢我妈妈，但是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们消除怨恨，彼此亲近起来。对不起，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要跟你妈妈亲近。也可以这么说，我不需要他接受我。就像你说的，也许我有我的骄傲，所以咱们俩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不行，
我已经喜欢上你了。你别无聊了。再说了，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刚失恋。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想追我吗？我带你吃饭去。走。去哪儿啊？那我就知道了。你们到底去哪儿啊？去了，知道了。哎，要吃饭了，你们去哪儿啊？阿姨，不用做我们的了，我们出去吃了。对。春花，你愣在那干什么啊？倩倩又和小旭出去玩了。哎，那不是挺好吗？我还担心啊，他们玩不到一起呢。是啊，说起来他们俩还是亲表姐弟呢。这两个孩子啊，还真让我省心，都要像他姑姑那样成天争啊吵啊，那才会把我气死呢。是啊。春花，你好像有什么事儿啊？哎呦，我老觉得心里这两天不踏实，好像要出什么事儿。你瞎说什么？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呦，这倩倩和王旭不能有事儿啊。你说他们？我不敢想，这事儿绝对不能啊。哎呀，没你的事儿，别胡思乱想。哎，春花，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看到什么？没看到什么？那还不是你多心了。谢谢啊，下次再来啊。欢迎光临，这边请。倩倩，你怎么来了？这位是……哦，这个我王旭，我朋友。这是我好姐妹桃子。嗯，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客人啊，干嘛不让我们坐？你看我，来，哎，这边坐吧。那不是收拾好了吗？嗯。好，你想坐哪儿就坐哪儿。告诉我，今天想吃什么？请客。那你请客干嘛呀？今天他请客是吧？对啊，那主要是来看你的。谁说我是来看他的？我今天就来吃饭的。好，好，好，都行。想吃什么？想吃什么得问你们大厨啊。我今天就是想叫你们大厨专门为我做几道菜。不好意思啊，我们这没这规矩。规矩是人定的，你们应该为顾客提供更多人性化的服务。我们这儿就这么多生意，我们爱吃不吃，不吃走人。有你这么赶客人走的吗？倩倩，我没呢。我要大厨出来点几个菜，怎么了？你们打马楼的大厨就这么金贵吗？你来了。大厨你好，我想要你专门为我做几道菜。没问题。你想做？我听说好的大厨会通过观察客人的气色来判断出他的身体状况和口味喜好，然后搭配出饮食。你现在看到我，你应该了解我想吃什么。没问题，我可以试试。哥，你不用管他。客人的要求。这是什么呀？酸梅蒸排骨。今天天气比较闷热，二位又是走路过来的，是不是觉得有点胸闷干渴？呵呵，不错，这都看得出来。是个人就看得出来。排骨滋阴润燥，酸梅呢生津止渴，而且这排骨是事先用酸梅蓉腌制入味，然后清蒸，这样既保留了排骨的营养价值，又提升了排骨的鲜味。所以呀，这第一道菜以酸梅排骨开胃，希望能让二位觉得清爽，请慢用。
味道不错。没什么创意。说了，这位小姐看上去气色略略暗淡，脸熏发黑，可能是没睡好的缘故。所以啊，刚好这道生煦鳝丝是作为姜片红椒爆炒，不仅口感特滑嫩，而且还有改善睡眠的作用，是特意为小姐你做的。嗯，你尝尝。不吃鳝鱼的。你不试试怎么知道？我觉得挺好吃的，你尝尝。吃吗？好吃是好吃，可是最多好吃在嘴里，好不到心里去。这什么呀？这个我们大厨没说。是莲子羹吧，莲子榨成了沫，莹儿也画得很细，慢火味的。哥，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啊？你明明知道他是来找你麻烦的，你还让着他，我都替你窝囊。你也不用这样，既然别人来吃饭，那就是客人，做几道菜而已嘛。他是来吃饭的吗？他是来跟你示威的。你没看他身边带个男的，而且还说什么这个没创意，那个太老套了。他就是想让你出丑。你倒好，他怎么说你怎么做。你不会是还想着他吧？那你的意思就现在把别人赶走？你会赶客人走吗？哥，其实你怎么想的我很清楚。真的，你别再三心二意了。你把特异位还给了许仙姐，你就什么都不欠他的。向阳，你现在要负责任的是小薇啊，她马上毕业就回家了，你也知道。孙老板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他停了染坊生产线，把特异位让出来，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你能跟小薇好啊！你要是辜负了小薇，他饶不了你。他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人。别自作聪明。好好好，我不问了，我带你去个地方吧。我不去。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就说不去。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那你就宁愿坐在家里，坐到那个谁都不理解你，甚至是误解你的家里，关在屋子里发呆，或者一个人在酒吧里玩着酒杯，想着只有你自己明白的心事吗？心事太多会伤人的，你要学会释放。少可以让你再生活下去。
了。Hello。你怎么才来啊？几点了？改天我请客了。听见了吗？有人请客了啊！好了，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我们没问题啊。好嘞，我们一会儿来。好嘞。我的乐队。你自己的乐队？是啊，都是朋友。等一下给你介绍。你爱好还挺多的嘛。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艺术、运动、美食，还有爱情。你是个享乐主义者。这话没错。我觉得，不管生活也好，工作也好，都应该当作享受来完成。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你不学会去享受，反倒为一些无所谓的事情烦恼，真的不划算。这屋子不会也是你作品吧？我的下一个作品就是你。那我肯定是你最失败的一个。来，来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OK。来。我现在不方便。哎呀，我有很急的事儿。哎呀，我先来找你。说你怎么一点也不动情？其实你有什么事你就说吧。你说走不开，就是为了要在这玩是吧？你有什么话快说吧。你知道夏阳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吗？你今天能不能不提他？那个孙小薇，她就是孙继良的女儿。哦，这样啊。难怪我看到他们在一起，还不止这个。谭建阳跟你分手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啊？特一位，孙老板无条件的把特一位还给你，条件就是要谭建阳必须和你分手，和小薇在一起。建阳根本不喜欢那个孙小薇，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帮你换回特一位，你明不明白啊？你说这一切都是交易？他牺牲了自己的感情，为的都是你，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他牺牲的不只是他，还有我。难道我在他心里还不如特一位吗？是你自己天天在喊特一位，特一位。你要早跟他说，你可以为了他不要特一位，他不会这么做的。他怎么不会这么做？他连问都没问我，他就替我做选择了。这正好说明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呢。他喜欢的是你，今天在打马楼你都感觉不到吗？我感觉得到又怎么样？他现在都已经这么选择了，你去把他抢回来啊！抢抢抢！我现在不想跟别人抢东西，你不要跟我再提他了。倩倩，团的浓浓雾气弥漫。
这心相心相不能自已。你让我等了等了等了一个世纪，还叫我慢慢慢慢慢慢哭和回起，想念的是一团的团的浓浓无气，弥漫着心相心相不能自已。你让我等了等了等了一个世纪，还叫我慢慢慢慢慢慢哭和回起，想念的是一团的团的浓浓无气，弥漫着心相心相不能自已。不能自已，不能自已。今天爸爸，你们怎么还没睡啊？这么晚了，你们俩去哪儿玩了？倩倩，你喝酒了？没事，就喝了一点酒。妈，我渴，你给我喝点水吧。女孩子家喝什么酒？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个姐姐？让小旭怎么看你？怎么看我呀？你怎么看我呀？没什么，女孩子喝酒现在很正常啊。倩倩，你要听你妈妈的，你是姐姐，你要给你弟弟做个榜样。你每天喝得个醉醺醺的，像什么样子吧？容易出事儿。我没有喝醉。再说了，王旭跟着我呢，没事的。你奶奶的意思是让你们以后少去那种地方啊，人多眼杂的，怕别人说闲话。说什么闲话？小旭，这都什么时候了才回来？赶快回房休息。我好热，我要去洗澡了。我看没什么问题啊，挺好的两个孩子，你们呢，就是疑神疑鬼的。是啊，我也觉得两个孩子处得很好，别让我们又破坏了。我还巴不得他们好呢，只是这心里啊，总有点担心。春花的担心啊，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再加上倩倩最近的心情又一直不好，这要万一做出什么事来，后果不堪设想。那这样吧，春花，你以后啊，多注意一下他们俩啊，有什么不对劲，马上告诉我们。哎，哦，还有一件事，倩倩现在没工作了，心情也一直不好。过几天就是他生日，24岁本命年，我想是不是给他做一做，也好安慰安慰他。可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干妈是要去庙里吃斋的呀。四平，你说呢？是啊，每年最难过的就是这一天。干妈，你要往开里想。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别伤了身体。这些年真的对不住倩倩，没有给她过过一个像样的生日，都是因为我。干妈，您别这样想，要是倩倩知道自己的生日就是亲生父母的忌日，她也不会过这个生日的。说起来，我们还是把抱他回来那一天当成他的生日。这孩子可怜了，那天生的，到现在也不知道。要不就还是不过了吧。一定要过。等我从庙里回来，我们晚一点，我们全家人给他好好的过个生日。小旭，你跟我说实话，你成天跟许先生在一起，你们俩是不是在谈恋爱？妈，你也太八卦了吧！哎，你别怪我八卦九卦的，你跟我说是
还是不是？是又怎样？不是又怎么样呢？不是最好，如果是的话，我打断你的腿。哇，这么厉害啊！我告诉你，这全世界的女孩都可以，就她不行。妈，你放心吧，我还想留着这两条腿啊，跑遍全世界呢。至于女朋友啊，我身边有的是女朋友，到时候随你挑。真的？真的真的，赶快回去睡觉吧。小伟啊，哎，孙老板，您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年纪大了就这样，心里有事睡不着，不如早点来了。有事是吧？行，那您进来说。来，请进。也没什么事。听说昨天许家妹子来店里闹事了。是来过。嗨，不过被我打发走了，没什么事。没事就好。小薇快毕业了，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再出什么意外。你要提醒向阳，别忘了她答应的事。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其实昨天许千年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个男的。哦，男朋友？不太清楚。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去打听一下。要真是他谈恋爱了，对小薇他们倒是件好事。行，那我打听到了再告诉你。向伟啊，你真是个好孩子。你说我们家小薇怎么就没看上你呢？孙老板，你坐，我请你喝茶。不坐了，不坐了，我回店里了。那您慢走啊。哎，向伟哥。哎，有时炊烟袅袅，难忘旧时渺无飘香，钟声颠倒，一生都在寻找得失，谁更重要，过程结局淹没在人潮，解不开相遇的玄妙，是是非非多烦扰，受了伤才明白你的好，大起大落跟几次是热闹，当血色风霜都只伤你我的发梢，种味道如此美妙，不用找，受过伤没什么大不了，大起大落滋味要慢慢嚼，幸福的感觉或许我早已经知道，加一点爱放一勺刚刚好，盐加一点爱放一勺刚刚好。